或者是你穿衣服，你就不要穿那种太性感。哦，不要穿那种。要穿，不然可能会被警察抓走。然后有我跟纪国星一起去庆的活动，就代表这个品牌真的很 sense。我们两个很少一起耶，是第一次哎，因为我们很贵。大家好，我是关草文，今天我们来到欧普拉记者会现场。我们现在身后就是记者会的现场。反正我们通常前面会有个媒体接待处，然后里面会有一些摄影大哥在等待。有时候现在会有一些 KOL 或是网美来拍照。今天呢，我本人的身份比较多元，就是帅哥。好啦，走，我们去看一下记者会现场吧。今天要跟我们女神合体了，女神就是乔。没吃水有什么好坚强的？一般的水大家可以吃吧。不要为难别人，结束再来。我本身是个主持人，那我说开始就开始，我说结束我就来吃大胃烧。这是什么口味？香料口味的。刚本来还有便当说不饿，傻眼，可以吗？他这次会开始之前，我就会表演一个才艺，因为我本身是很喜欢在这种平面的地方下楼梯的。来，准备开始喽！原来是真正的楼梯呢！拍到这，我不是说开设放布，他就变成诺多刚好。好了好了，下来下来，反正其实今天的活动非常专业，我们有非常多的机器来到现场。你看，居然还有导播哎。然后还有很多机器，我就是有导播我就压力大，一导播会骂人，其他角色不会。准备看到那个位置，就是等一下我要坐的位置。他们派了一个稍微比较胖的人来当我。我不是真正的位置，他们派了一个比较瘦的人。我只能说这团队非常专业一点，连位置都有考量到。所以阿帕是水保湿的意思，然后 air 就是让它有空气感。所以就是有空气感，又 有水波波。快乐啊！对，看他来说，那个快乐阿克雅受伤成功发表会，我输入一年的订单，然后杀青了。他会不会找人？他找人感觉不对。果然，没有镜头还帮你，现在镜头都还帮你。Hello， 看得出来这段是 C 的吧？天气还是我们现在有主持人休息室哎，整个这个地方真的是够宽敞，才可以隔那么多间。然后在桌上就是主持人的便当，啊，主持人有三个便当，还有三杯水，前面有三杯鸡。哎，它是气泡水。你们是刚刚气泡水，高级的。我那个因为本来就不是很爱喝气泡水的，可是我后来发现我只敢喝气泡水，我只爱喝气泡水。我先看这是什么表情，看黄浦是这个表情，再一次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有质感的人喝这种水就觉得很普通，他不会有表情的，他就觉得这是自然该喝的水。再一次，再一次，没什么，我平常在喝的。三、二、一、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关晓彤，欢迎大家来收看今天阿凯亚线上直播发表会。今天有个非常重要的事来跟大家讲，我们先讲一些好消息。就如果说你今天想要拿到免费的阿奎亚，现在只要留言什么的，我来念给你们听了。就留言说好想要阿奎尔阿奎亚，太难念了，英文怎么也要写哦。阿奎尔阿奎亚全新炫耀护肤系列 ，take 三位朋友，你就有机会拿到全系列的阿奎亚，全系列炫耀护肤系列，而且重点是三罐里面会有一罐帮你们附上郑志祥的签名，不得了了吧？我们现在来欢迎连续三年的代言人郑志祥。
我签名那一瓶飘掉。啊哈，漂漂亮亮的，然后有签名的。我还担心一脚有签名他不收了，他本来跟蔡依珊没有往前删的，删掉。不得不说，连续三年呢，就是因为那个卡斯的还有卡群在发亮的原因。因为真的有发亮的，尤其是我昨天一划开 IG， 你说你的红烧狮子头又回来了，对，不是说就是这颗吗？就是因为我的发色实在是非常的神秘，嗯，因为一般人无论是路人或者是女艺人或者是男艺人都知道，你的头发要这样不停的变色，对，你的头皮还有你的发质都要耐得住，对，不然就会烂掉。对对。大家就很好奇，有这个神秘的发色是怎么样维持？我本人算是真傻的粉丝，可是真的用什么我就用什么。可是这个算是有点意外哦，我从小就先开始买了。先的是不是？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就是不管如何，你要想让我更小，我就开始用了。啊，没有比这个无聊哎、欸。不比这个，不比这个，我代表很多大众啊，询问一下，就是说有没有可能跟我传授一些比较撩男的招数？这个呢，撩男。我是很鼓励女生们主动出击啊，男女都一样啊。总而言之，我是鼓励大家主动出击。嗯。但是大部分的女生总是有点矜持嘛。对。我跟你说，你要想着，不是直接就是梭哈，把你最好的优点，然后身材、什么发型都端出来。嗯。是要反过来，你要引诱他。怎么闹？引诱他来追你，比如说。姐，我来当姐妹，要不然我们中间没有办法连在一起。等我一下啊，帮我拍。这好像两波塑料站的。好，看一下啊。这怎么？大量耗电。三号。大三点五号。因为那平行火车站中间隔铁轨。有保安看。好。好。三。好。我爱两张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然后我就放开了，我还没有要离开，我还要专访。对，我们不说他去楼下。那记者会结束了，因为曾小哥进行了电子媒体，我们就没有话说了。那我今天帮我看一个女生。好美哦，怎么那么美？好美哦。我心真的很美，但我真的没有遇过现实动态那么美的人。还有什么？而且不是说人美，我是现实动态。哎，过分了！我要拿一个，拿一个道具。那只要有我跟季火星一起出现的活动，就代表这个品牌真的很 sense。我的小事是补一个，我们两个很少一起耶，是我第一次耶，又不是很会。鸳鸯浴，鸳鸯浴。鸳鸯浴没有约。大小的。OK， 我来来。天哪，难道这就是？你很会假笑的。因为他真笑会出声音。你刚才做错了哎。哎呦，哪有啊？记者会结束会有什么？可以可以，互动互动。代表微粉，而且这个柠檬好，从网友变成网美，可以拿到中间那一块。好开心啊！我刚刚只要有季普星在的地方，就认证我是很美的人。能跟他同场真的是 my pleasure。可是刚刚他是被困在外面，看我在下面直播，不好意思，这个部分你的 pleasure。哈哈哈！哈哈！哈哈！英文好，不要打掉。那记者会告一段落了，我们来到了我最喜欢的钓鱼山露水。你知道什么我会离这个柜台这么远吗？
你想去上个放屁的地方了。我刚本来想要就是在那边有个礼貌的感觉，可是不好意思，没办法，因为他们东西稍微搬着，但是我还是给的。那今天的主持人一日的那么多夸我单落了，那我说你们觉得主持还可以，你可以多多找我啦，明天也有空，到底多有空？好了，反正非常感谢阿奎啊，因为我真的非常很喜欢收阿奎啊。那当然，同时也非常感谢曾志祥，因为我认识非常久，还是有这个机会可以一起工作。所以你如果有什么喜欢，就是你看的话，跟大家订阅一下，把铃铛打开来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